跟我一起倒数三秒钟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哈，我们的夏欧理事长，还有军法总干事邱云常务监事，还有张爱雄局长、王正武局长哈，啊，很多我们在地的驻官来收为喜官，啊，收为请你们打一个安打一个。我看到那冰生条哈，讲咱驻官诶干啦哈，大港开支唔免宣传啦哈。你到拜那边拜吼，咱就足够感谢。看来遮拜咱台头啊，人实在是不够济吼。啊，一年内底咱主官拢总有四点六亿，这个山顶吼。你讲咱，咱是肯定有达到价值，啊，就讲来到咱主官的时间，啊，尤其咱主官的时间吼，对比咱啊这个咱的总干事吼，啊，加咱小秘书长。啊，这么新的那个军阀啊，总干事嘛，大家做一大年吼。但这个是台湾第一个啊，军第二个通过 HACCP 认证的啊，这个鱼竿吼。所以咱军官的鱼竿，会当讲是新鲜、安全啊，佮卫生吼。啊，所以嘛，欢迎咱所有啊，不管是在地还是咱外国企业的朋友。我们在上好的啊，这个鱼啊，上卫生的鱼啊，都一定爱让咱主管的鱼干。啊，咱市政府都要讲啊，这个啊，多做咱主管啊，这个鱼干哦，当中啊，四千八百做训练鱼竿。啊，嘛有三千人也跟来做智慧鱼竿大路。啊，未来包括咱的人啊，这个啊，鱼竿。咱嘛有一个大概两亿块的这个海鲜的这个产地，吼，所以未来咱可能要开发为咱竹竿啊到宜德、平安、大鼎，吼，这大概是可以观光吼，为旅行最好的休闲路线，吼。让我们的市长呢带领着现场所有的好朋友、所有的媒体记者朋友，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多多购买我们国产渔获。咱的对头的证件，以及咱渔民上需要的政府迄个批准。
支持。Thank you.